台南市面临石流搬迁的荷兰街十八号下暗，居民发现溪边的堤防出现下陷的情形。居民除了赶紧将轿车刷走以外，也透过民意代表请河川局进行抢救的作业。地区河川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马上调动机械车辆，放百外块消波块，防止堤防继续下陷。昨昏七点吼，荷兰街这居民打电话我讲，因的车辆要落去啊，即马车已经拖起来吼，拖起来了吼，因为这几个本来这树我拢几啊十担吼，伊个紧。甲这规个堤防全拢漫落去，吼、哦、啊！因为这最主要是石流板溪迄边咧整治吼，啊，迄边用甲足清气，啊，水全赶来甲遮，啊，因为水流整个伊个尽头全向位咱这荷兰街这居民遮，所以整个阮有三美车、五合区，他们也很积极吼，迄、规个消波块已经起得要一百地啊。河川局除了安置消波块以外，今仔日也执行路树的清除作业，以免路树倒入溪中砸到水流，或灾情更加严重。啊，本来吼、哦，咱荷兰街吼、哦，这个河岸吼、哦、是甲咱这个路边悬，而且还要高一点。啊，即马因为这几天落雨，全规个全落落去，全软去，全冲去到下底吼、哦。啊，尤其这丛遮的树啊吼，因为伊拢几啊十栋啊，伊的根拢慢掉，规个拢拖去。那啊，即马阵也无甲伊咬掉吼，规个遮的大树全甲这个河流砸嘞，全愈严重。第五河川局今日嘛继续进行消波块的安置作业，大卡车不断将消波块载来溪边，希望会当保护溪边居民的安全。居民烦恼讲吼，因为这边遮已经算溃堤啊吼，啊风台入来绝对，因为即马有好是因的规个所存的车无法倒落，因土伤软，所以因惊烦恼挂去到大华桥遐吼，所以咱即马有好是因有一个迄个措施，就是讲消波块全位遮一直溪去到头前，溪过遐大华桥的头前遮。虽然在河川局的抢救之下，荷兰街的堤防暂时安全，但是因为风台特别大，居民真烦恼会阁出现意外的灾害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